的听，虽然可能很多也是自己都不太晓得的，可是我自己有上网去看，我觉得都蛮值得听的，然后今天我也都会在潮州街这边晃来晃去，然后我昨天在脸书上面说，就碰到我的记得打招呼，不要当作不认识。我现在很喜欢就是借由音乐来交朋友，因为我觉得，音乐其实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。那越多借由音乐，我可以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，那不一样的朋友。那我很希望跟大家做朋友。没有距离的，没有距离。虽然我是远传，看得到海的地方，那这是蛮开心的过。那欢迎大家到台东，台东是很棒的地方，很靠近山，很靠近海。那我也几乎都在都兰附近那边出没。那我们那边有很，就是我们会有一群人在那边，音乐家、艺术家都在那边很疯狂的创作，对吧？那希望大家可以到台东也一起去感受一下那边的气氛。好，谢谢你来。
呀，那嘿呀，哎呀，在这，哦呀，哦，哎呀，呼啊，哎呀，那嘿呀，哎呀，最后一次，哦呀，哦，哎呀，呼啊，哎呀。谢谢大家。